现在来到北京，北京在哪里呢？在我身后的就是 CCTV 大楼，也就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哦。在旁边有没有看到一栋烧焦的大楼啊？那一栋呢，嘿嘿，就是它的 TVCC。那呢，今年的元宵节因为烟火的关系，所以已经烧掉了。里面有吃的、住的、玩的，什么都有。像那个东方文华酒店，就是最高级的，也烧完了。所以说，现在非常多的台北市、北京市民都会来这边拍照留念，纪念这两栋最新的大楼。耶、yeah, ，北京好好玩，下周见。